陈瑜的打击非常的关键，传音了，有没有人跑来得分？黄轩的出手，跳了后仰式跳投，快攻，是外线的出手，对，好样的！你们三个就是把球给他之后，去帮他做掩护，让他来攻这个球。跑掉了，打上去。没有，注意他的位置啊，不然不要把他给。不用你打下去，没关系，让他下一下。对了，陈本磊，陈本磊这边，两个人挤在一起。哇塞！